OK， 好，那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到第七课了哈。那第七课呢，在谈论的是另外一个文化现象啊。我们上一课呢讨论的是文化禁忌，那这一课这个是属于，其实也不能说是现代的啊，我相信古代其实应该也有吧。OK， 好，只是呢现在大家普遍消费力比较高哈，所以呢这个就变成一种比较广泛出现的现象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OK。好，标题叫做 Just a brand name, not your name。 好，那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 brand name。 好， brand name 的话就是那个有名的品牌的名称啊。 OK， brand name， 如果我们倒过来的话， name brand， name brand 的话是指这些有名品牌的产品这样子。 OK， 好，那 name 放在后面的话指的是那个名称，而 brand 如果放在后面的话变 name brand，指的的话呢就是那个品牌哈，那特别是指知名的品牌呢他们的产品我们叫做 name brand 这样子。 OK， 那就是指它代表它的那些产品都算在内哈。 OK， 好，那我们看到这个课文 be yourself 第一句话就这么讲哈。好，那这个 be yourself 的话呢，当然它这边有点一语双关啦哈。一方面的话它是在跟我们讲说你要做你自己啊哈，那一方面的话其实我们也常在各种的这个广告啦哈，或者是呢这些品牌的这个打出来的形象里面看到这句话说他鼓励我们怎么样做我们自己啊哈。 OK， 因为那个是比较投合呢现代人的一般的价值观。 OK， 好，或者是呢特别是比较以西方为主这种价值观，那事实上我们这边呢慢慢也都受到这种影响啊，就是说呢你要做你自己这样子。 OK， 好哦，那所以呢一方面呢好像是我们真的认同的价值观，但是一方面呢这个又一直被所谓的知名的品牌来当做一种价值啊哈，这样子。 OK， 好，来呢对我们行销这样子哈。 OK， 好，所以这边等于他一刚开始呢就有一个一语双关的效果。 Many people know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true to themselves。 好，他开始讲，他说呢因为接着那个 be yourself， 所以他说Many people know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true to themselves. Be true to 对什么什么忠实啊，这样 OK， 忠于什么什么哈。Be true to yourself， 对你自己要忠实，忠于你自己哈。所以他说 ，Many people know 这个重要性，这样子 OK， 要忠于自己的重要性。But unfortunately,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losing their sense of identity. OK。好，那这个的话当然就是说其实这个文章里面很多作者他自己的一个比较单面的一个看法哈。那同学你也可以跟他不一样，有不一样的想法没有关系。当然他这个的话也是有观察的一些现象哈，但是我们必须说并不完全都是如此哈。 OK， 好，所以他当然也只是说 more and more people， 他也没有说大家都这样。 OK， 他说 are losing their sense of identity，然后他们的一种认同感哈，这样 OK。In a world overwhelmed by brand names, a world overwhelmed， 这个 overwhelmed 的前面等于省略的什么？等于省略的 which is 或者是 that is。好，我们说呢 ，which is 或者是呢 that is。OK， 好。好，等于说呢，这边就是说呢，这个世界是。被这个东西给淹没了，充斥了这些东西。我们说 be overwhelmed by 的话就是说好像太多了哈，这样 OK， 好，你快要被这个给淹没，透不过气来了哈。 OK，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也是这样，因为大家都在努力的创造品牌啊哈。 OK， 好， whether or not an item is a brand name product often plays a vital role in customers' decision makingWhether or not an item is a brand name product. 好，这边我们又看到一个很长的主词，从 whether 开始一直到怎么样，一直到 product. OK， 有没有哈？好，一直到这里哈。Whether， blah blah blah. OK， 好，这个东西的话，它是不是一个有名品牌的产品呢？哈 ，OK， 这件事情 whether or not 点点点点点。OK， 这件事情哈，好。动词在哪里？动词在 plays 这里哦，哈 ，OK， 好，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它是否是一个知名品牌的产品呢？常常怎么样 ？Plays a vital role，OK，、okay?
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角色哈。 OK， 好，所以主词 whether 一直到 product， 动词 plays 到这里哈。 OK， 好，他说呢 plays a vital role in customers decision making， decision making 就是说做决定哈。 OK， 好，那呢中文说做决定，但是英文呢做决定是一个动作，所以我们要把 make 这个动词放后面哈，表示呢它是一个动名词的一个片语这样子哈。 OK， 好， making 加 ing， 因为我们这边把它变成一个动名词咯。 OK， 好， A survey was recently conducted， A survey was recently conducted， 或者是你也可以说 carried out， OK， 或者是呢 A survey was recently done，或者是 A survey was recently carried out to find out how brand names influence people's shopping choic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roughly 表示大约哈，粗略的约略 40% of those questioned 40% of those 的话指的就是 the people， OK， 这些人哈。 OK，那 question 的话呢，当然指的就是 who 或者是 that have been questioned， OK， 好，那呢我们把它剩下 question 这个过去分词就可以了哈，被做问卷被质问被问的哈，这些人当中呢 40% 呢，他说呢 agreed 动词在这里哈， roughly 40% agreed thatThe brand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all the other factors. 比其其他他的因素都要来重要哈。OK， 那其实这个不能够说完全说是虚荣啊，至少我个人认为，有人认为说品牌有它一定的一个可信度嘛，对不对哈 ？OK， 特别是你如果呢买过他们的，你觉得不错的话，其实呢你应该还会再考虑嘛，对不对 ？So.The question is this, why do so many people prefer brand name products? OK, 好，那既然 40%, 大概 40%, 所以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当然就是说，诶，为什么有到 40%? Why do so many people prefer brand name products? One of the biggest impact 的话我们说叫做影响，有力的重大的影响，我们会用 impact 这个词 ，OK， 表示它呢力道是比较强的哈 ，OK， 好，那其中一个呢 is probably commercial advertising，OK，、okay? 好 ，commercial advertising 呢啊就是呢所谓的商业的这种广告的行为啊哈 ，OK， 好，那这个 advertising 是名词哦哈，这边这个 advertising 是名词，好，但是这个 featuring 啊，这个 featuring 在这边的话就是指说 that。Features, OK, 是这个意思啊，当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分词 ,OK, 好、啊、就是呢以这些呢为特色 ,feature 的话我们知道当做动词的话是以什么为特点以什么为特色的意思哈，所以这边的话就是说这些商业的广告行为的话是怎么样 ,that features, 是以这些呢为主要的特色，以什么呢 ,entertainment and sports celebrities, OK, 好，也就是说广告里面的什么，哎，对啦，代言啦、啊、OK， 好，所以呢或者是广告里面出现这些明星嘛，他们告诉你说，哎，我用这个不错这样子 OK， 好，所以呢这些 commercial advertising 商业的这些广告，这些广告行为呢里头 featuring 以这些名人为特色，以这些名人为主要特点，以他们为主角这样 OK， 其实就是一种代言，所以他后面讲到就是Their endorsements,、啊、他们的一个推荐 ,endorsement, 他们的一个推荐他们的一个代言、啊、我们常常用这个字常我们讲说叫代言这样子 ,okay? Their endorsements of these brands send one message to the public. 主词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主词动词，然后主词是 endorsement, 然后动词是 send, 发送出了一个讯息 to the public. Image is important, okay? 我是名人我用这个。那你觉得咧好，你是不是在跟我一样也表现出这种形象哈，好，所以他说 Many people today believe owning brand name products helps to, 那我们知道 to 也可以不要哈，但是后面一定是原形动词
helps to strengthen their self-image and increase their confidence. Help 后面等于接了两个动词嘛，一个是 strengthen 强化哈 ，OK， and increase their confidence， OK， 真的嘛哈？好，他说 they feel good about themselves while they wear while wearing 其实就是 while they wear， 但是我们就不需要重复啦哈，因为句子已经够长了哈，可以稍微简约一点的呢地方，我们就可以稍微简化一下，所以变成 while wearing using。Or eating brand name items. OK, 觉得呢有一种在用这个品牌东西的感觉。OK, 好。For instance, some think they look slimmer and more attractive in jeans from a company that has hired famous models as its brand ambassadors. 好，这边又是一个冗长的句子。很那主词动词其实很简单，就是什么？就是前面这个 some think， 有些人这么觉得。那 think 后面当然是另外一个句子，因为你又看到 they look 有没有？好，又看到子句里面的主词动词 they look slimmer， 哎，比较苗条 ，slim 的话是瘦的一种这个比较美的说法，所以我们说比较苗条啊，哈，身材比较好的这样子。OK， 好，那当然瘦不一定身材好了哈，但是 slim 的话是一种比较好看的瘦这样子。OK。And more attractive in jeans. 那 jeans 的话是 from a company. 好，那这个 company 又是怎么样呢 ？That 这个 that 的话呢，就是关系代名词，代替的其实就是 the company. OK， 好，这个公司呢 has hired famous models as its brand ambassadors， 当他们的品牌大使。然后，好，那像这样子的牛仔裤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哦，我穿的就跟那些 model 一样哈。最好是啦哈 ,OK。好 ,others trust only Nike or Adidas shoes for they believe their feet will be more suitable, will not be suitably protected in shoes without those brand names. 好这边换一个方法讲用什么双重否定。Will not be suitably protected in shoes without, 要是没有这些品牌的鞋子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得到就没有办法呢被 suitably protected, OK? 好这边请同学注意到这个 for, 哈这个 for 的话我们说是在这边后面加句子对不对好那我们说过呢 for 后面加句子的话呢这个 for 是一个连接词吧对不对好那连接词的意思是什么是因为好是 because 的意思好但是呢因为 for 它是所谓的叫做跟 and, or, so, but,一样的所谓的叫什么哎叫做对等连接词哈所以我们前面这个逗点不要忘记了哈尤其是他在接两个句子的时候这边一定要有逗点哈就跟 and 一样哈 OK, still others, 还有一些人好 insist that only drinks sold by Starbucks, OK, 好那这个 sold 事实上呢也是省掉了什么也是省掉了 that,are sold, OK? 好我们把 that are 形掉剩下 sold, 拿来形容 drinks, 好因为这样就可以好要不然呢句子会太复杂 ,OK? 好他说呢还有一些人 insist that only drinks sold by Starbucks provide them with, OK? Provide someone with something, 提供了人家什么东西供给了人家什么东西好 provide them with the refreshment they need,Refreshment, 好可以呢指点心啊齁。好这边呢也可以指呢那种这个饮料带给你的那种感觉这样子啊齁 ,OK, 好带给你的一种这个舒爽让你呢恢复精力的感觉。所以这边的话呢它并没有加 S, 齁因为当作点心的时候通常我们是要加 S 的。而这边的话呢指的是饮料让你觉得呢很舒爽让你觉得喝起来很不错这样子齁特别是咖啡的话喝起来会让你觉得恢复精神这样子 ,okay? 好是那种感觉所以是不可数的啦齁。好那我们最后要看一下这一整个这个这边 ,for instance 开始。这边我们看到有一个 some, 然后呢 others, 然后呢 still others, 对啦齁这个是一种呢我们可以拿来叙述的方法。有些人这么觉得而有些人又这样而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可以这样讲 ,some, others,
still others， 好，这是我们常用的用法，那同学可以了解一下。好，先到这儿，拜拜。